欢迎观看曹操大哥短视频。看什么呢？月亮。我没见过这样的月亮，也没见过这样的你。干嘛？要表白吗？嘘。我感觉我应该在几百年前就说过我爱你吧。爱我什么？我有的时候在你身上看到了很明亮的，并肩打仗的战友，无话不谈的知己。有的时候像家人，还有的时候像亲人。你这话跟多少女孩说过？像我这个年纪，说没见过女孩你也不信。我见过很多女孩，但兜兜转转，我唯独在你身上想停留。真的，我想停留。你几乎满足了我对女人所有的幻想。老公，嗯，其实跟你在一起有什么？比如说。爱要大胆说出来。我承认我之前没有那么勇敢，只是。这是什么？只是我的心喜欢你，所以我一定要讲给你听。感情何必苦尽甘来呢？对啊，我们就是要听，特别听。若逢四季，得消去多少余生去回味。回屋吧，外面凉。嗯，好。